三国纷纷起狼烟，刀兵滚滚民不安，曹孟德占了中原地，皇叔刘备驾坐在西川，东吴坐下了孙权主，他占了江东的半边天。这一日，孙权家坐在阴暗殿，那两旁文武都来战班，黄门关战丹池一声喊，叫了声文武要你们听言，哪一家有本出板奏，那无有本卷帘朝三，请家回还言还未尽有人答应，那来了东吴的大夫官，姓鲁名肃字子敬，那撩袍端带上银鞍，口尊主公陈霸基县，我为之为山西蒲州的官美然，他霸占荆州为基业，绝不该藐视东吴地不安。有微臣江边一觞设白酒宴，那约请关公来的了这边，酒席前埋伏写个兵火将，单等着饮酒之时，我对着他言，他若是还了荆州地，我奉送关公转回还。这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我叫他不会容易回去的难。孙仲谋闻听忙不书写，往下有语便开言，哪一家大胆敢不书写，那聘请蒲州的官美然呢，你们如若是请了他来把将过，这职商赠职官加官，言还未尽人答应。来了个小黄文走上了阴暗，口尊主公陈冤枉，万死不辞过堂江边。孙权说，你若是到了荆州地了，你是见了关公必须随即应变，你巧大言。小黄文答应一声臣遵旨，午门外翻身上了马行辕，穿街越想来得快，哎，不多时出离了城外，来到了江边，甩灯离岸下了坐骑，那艄公大跳开了船，披毛侧篷船离岸，小黄文站在船头四下观，我是观则见，观则见这金乌东发现，那武器招展是狼烟，远观高山接连不断，这个树木城寨少人烟，水势凶猛惊人胆，一片汪洋上下翻，长江水无风三尺浪，猛听得的啪嗒啦啦，水打船帮响连天，
变天意外飞倦鸟，茫茫茫一行一行大鱼的船，对对如此来去水，这不许多的鸳鸯落在了江边，风吹芦叶刷了啦啦响，那旁闪出万朵莲，正催此船留神看，远远望见荆州关，城楼上儿郎高呐喊，嗨，来者是谁？你少要多言，我这里有雷霆炮石鱼滚木，那枪弓火炮不容宽，只吓得黄文高拱手，我孙列威，我本是东吴派来的下属官，料获这里把城下，那前行来在了大帐前，报报报，现有东吴下属人来到，关云长坐上把令船，你叫他随令进大帐。小黄文头顶着吴书就跪落了平川，头一本黄文下书请关羽，到下回单到赴会时五月十三。